操盘战将。大家欢迎收看操盘战将。台北股市啊，风水轮流转，有没有转到你的股票里面去？今年很多上市柜的公司的大股东熬了很久一段时间了，眼看着指数来到从15000、16000、17000、18000、22000、23000，你知道很多的大股东啊是在发愁，是在很郁卒、很忧郁。为什么？因为指数一直走高，一直创新高，但是很多的股票它却没有涨，它没有攻逢其胜，它没有跟着一起大盘往上涨，所以很多的公司的大股东，哦，心情就无助，欸，很倒霉，自怨自艾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轮到他们了。所以我之前6月12号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中小型的冷门股也是未来盘面上的黑马。你看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很冷门哦，很多都是你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多都是你不知道的嘛。尤其你不熟悉的股票，这一种更会喷。我可以跟你讲，下个礼拜开始，又有新的一波飙股要诞生了。我不是说资金完全转移到那边去，而是说筹备的差不多了。筹备，你听到我意思吗？筹备的差不多了，哦，前置作业应该也要完成了。那就等信号枪一响，股价就要开始喷了。今天很多人在问我，今天大盘跌了152点，老师，你礼拜三给我们的 NVIDIA 黑马王，今天要不要？因为盘势好像不太对，哎，跌100多，哎，盘中还一度跌快200，哎。这是我礼拜三给你的。昨天，今天礼拜五嘛，昨天礼拜四，今天礼拜五，全国所有观众，包括我的会员，来验证我勾的对不对。我礼拜三送给你们的，请你们花1块钱打电话进来拿我这支股票的 NVIDIA 黑马王，礼拜三送给大家，礼拜四、昨天、今天、礼拜五，全部都看到了啊！我说过了，我不会这么早开，我不会这么早开的。连打电话进来观众，包括我的会员，都说老师赶快开，在电视上公开，哇，这样又可以吸引到场外一些人又来追我们的股票。唔贪哦，我不会，再等，有耐心，对我有信心。你会很开心。现在两个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就跟你讲，我说嘛，大底完成，低到不能再低，底到不能再底的股票，你居然不要，两根涨停板的，但是我不开，我也不给你暗示，我就是秀江波图嘛，对不对？秀江波，像这种江波图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爱。打电话进来拿的，哦，继续，好不好？继续，哎，今天大盘跌152点了，拉回来呢。哦，我们的股票还这么强，连续了。各位，做股票不难了，你要赢钱不难了，你知道吗？赚钱不难。
就难在你的一通电话，获利不难就难在你有没有买到标股。清俊有标股要给你，我宏观的视野，我领先的预测，你已经验证过我很多次了，你也在看我的股票在涨，有时候你会很心动，但你内心的声音会告诉你，哎，就多妈得 stop 一下，再看看好了，我们再看看，我们再等一等。对啊，每次你都在等，因为你的等待，你知道你错过多少的标股吗？你知道你错过多少的涨停板吗？时间来到6月21号，今天指数来到23253点了，未来还有更大的空间在后面等着，我不知道你要等到什么时候。该不会你以为说今天跌了152点啊，盘势要反转向下了，要走空了？不会吧，你不会有这种想法吧？各位不要那么天真活泼又可爱好不好？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今天跌下来152点，那是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拉回，纳斯达跌140，费城半导体跌155。哇，老师跌点很多，跌幅不小哎。是啊，各位不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哎呦，你们一定要那么吹毛求疵吗？你们要那么严格哦？不会吧，涨那么多次拉回休息一下会死哦。啊，这个就跟这个一样啊，就跟这个一样啊，有差吗？没有差啊。费城半导体也是一样啊，这个就跟这边一样，跟这边一样嘛，涨多拉回，涨多拉回，好不好？涨多拉回，你就让它休息一下，让道琼去迎头赶上嘛。哎，要不然道琼指数很可怜哎，人家纳斯达跟费城半导都创新高了，他还没有哎，那你就等他嘛，就等道琼越过这边高点再说啊。所以你看到的美国股市昨天的拉回来，各位需要紧张吗？不用。因为大盘方向继续往上看，我说过了，有任何拉回都可站在多方。我讲的，我跟你讲，好戏在后头，你要参与啊，各位。这次的盛况，我知道很多人，有些人还在场外观望，或者是你有进来了，但是你摸不着头脑，你没有买到我的股票，或你没有买到标股，结果你错过了这一场大涨的盛宴。因为你买的股票没起，不会涨。哎，你有没有追根究底去探究一下，为什么你买的股票不会涨？为什么你看 YouTube 上很多的分析师或很多的财经名嘴网红，他们介绍你的股票都不会涨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是他们运气太差吗？还是他们技术不好？还是你容易听信别人？要怪自己。我跟你讲，很多层面啊，也很多原因，但是我只相信各位，你来拿我的股票，你来买我那个什么，买我的股票，来拿我的资料，你真的会赚很多啦。大盘今天跌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大盘今天跌啦，跌啦，我看到了啦。那又如何？光胜5分钟一盘啊，更正，20分钟一盘啊。哎，他已经被管制成这个样子了，你知道吗？虎头铡伺候了耶，20分钟一盘，多残忍！哎，很残忍哎，20分钟才能交易一盘，要买这只股票很麻烦，要到券商去什么呀？去先存钱，就麻烦呢。照样创新高啊！我能说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的股票啊，这外股票啊，啊，我的股票就是这么强啊。啊，我的股票就是这么飙啊！我看到今天光胜大涨，再创波段新高，137%了。其实我很稀松平常，我平常心看待我的这只股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先前的这几只股票，各位，所以你突然觉得说光胜还好啦，137%还好啦。所罗门316%，
这个才厉害啊，隐含160%、啊、这也很厉害啊，佳能114%，昆凌132%，所以光胜今天来到137%。各位，为什么我会平常心看待？你知道为什么了吧？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了吧？哎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别的啊。你看这几只，吉茂，吉茂130%，也是一倍啊。各位，你这几个月看着我的节目，你应该多多少少对我的股票也有点印象吧？有点印象吧？哎，我的股票都长什么样子啊？我的股票都飙几趴、啊？各位，都飙几趴、啊？我的股票都飙几趴、啊？我不是跟你聊一根涨停板、两根涨停板的小问题啊，我不是跟你聊这个啊，各位，我在跟你聊一倍啊。我是想要把你的钱啊赚到这边来啊。现在你银行存折里面的数字，我要把它变到这边来，所以我花费了很多的一个时间跟心力，帮各位选股、挑股、找股。我最大的目的啊，各位，我除了要打败我的同业，还有 YouTube 上很多的那些分析师、网红，我要打败他们。我不是臭屁，而是我有这个自信。我有那个把握，因为我看得懂大盘啊。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晓得接下来我们台北股市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。我一直很开心很高兴能够站在这边，刚好在这个频道来跟各位报告说，原来我们台湾，我们台北股市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爆发力会这么样的惊人。这过去几天我有跟各位聊过这个话题，可是很多人还不自觉，因为你们还看在你们只是说啊两万三，然后看股票，然后你们没办法想象到未来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会发生的事情。哎，你知道指数最终会到哪里吗？连我都不敢去随便的预测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当那时候疯狂激情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，哇，那就是我们财富翻两番的时候了。我认为那个时刻来了，如果你的存钱，你的钱有这个数字的话，可能会变到这边来。啊，如果你的钱是有这个数字的话，可能会变到这边来。啊，如果钱是这个数字的话，可能会变到这边来。你知道那个时刻，那个时刻，那个时间，我认为不远了。我认为快要来了。所以我问你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跟在清聚身边会来拿我的股票吧，各位，我的股票。其实你都在看，你都知道，你都知道我的股票是怎么涨的，我的股票是怎么飙的。但问题是我第一天给你的时候，各位，你要来拿，真的你要来拿啦，真的你要来拿啦。你只是做一个动作，就花一块钱打一通电话进来拿我的股票。4月25号，所罗门加吉茂这一支，各位，请你来拿。然后我们去买嘛，4月25号，各位，我买的时候，哦，3800多张，不是啊，我真的是不想再重复讲，有时候看到那些我真的是快吐血了，你知道不？当天给你的股票成交张数不到100张，哦，这样也要拿来骗，你自己去看。有些人还把证据写在这边，日期写在这里的，你自己去看，然后你自己去对，刚刚好跑不掉。25号给大家，26号你自己去买，138，哇，老师，我追高哎，你看一买现买现赔哎，老师，我们那时候我打一通电话，我买在138块啦。老师，我相信你，我花一块钱哦，来电话试试看你的股票，结果我一买在138啦。哦，你买在138是不是？好，来 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，涨。
停败。老师，我看你节目，我买在138，最高来到144。那你解套了没？你后来解套了没有？有没有解套兼获利159了？然后呢？惊奇之旅来了，惊奇之旅来了。所以你看到，你一直在看这个只股票，六月份的一个上涨，六月份的一个飙涨。你都看在眼里啊，喂！厉害，厉害！这边很多人都没有耐心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股票，请你有点耐心。不是有点，你一定要有耐心，因为后面的果实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后面的结果是一个美好，是一个快乐的一个什么一个剧情。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这一路走来，看电视的、打电话进来拿的、跟在身边的，看着我的股票又涨了一倍。又涨了一倍，大家很开心啊，大家很高兴啊。在大盘能够大跌157点的时候，又往上涨，来到137%。哎，各位，联军今天也上涨了，联军呢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。新复星今天也再创波段新高，虽然尾盘拉回，今天最高冲到118。各位啊。我的股票，我的这支股票，它叫做超越光胜。我跟你讲，光胜今天来到了137%了。你们是看着它六月份一路走来，看着它长大，这一段的喷出。超越，我要超越他，惊人的内幕，各位，所罗门跟集贸赢家上一次双方联手要买这支光胜，然后呢狂飙137%，现在再来一次，再次联手，各位，看看他们的背景，看看他们的实力，看看他们的绩效，看看他们的手法，看看他们的股票。看看他们的涨幅，现在再来一次，这一支股票要超越它，超越谁？超越光胜。我跟你讲，下个礼拜一回来，这支股票我认为将是接下来台北股市最会飙的股票。老师，啊，会不会比它更飙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已经两根停板了啊，但我还不开啊，不想开啊，再等一等吧。其实我今天有些股票表现的也很好啊，再等一等，差距拉大一点，我们赚多一点，再让其他的人再帮我们抬轿。我知道很多的分析师也在看我节目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我很清楚。我真的很不想讲，多用点功。你们既然要带会员，不要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的股票很会飙嘛，所以你们都叫你们的会员去买我的股票。可是我们在吃肉，你的会员在喝汤，这样好吗？哎，你知道我在LINE里面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对话，也是让我有点匪夷所思啊，也让我有点啼笑皆非，你知道吗？在 LINE 里面有些对话啊，真的是我很想把截图给你们看的。哎，这天兵天才人家洗啊，我该怎么回应啊？傻眼，你知道？
欸，我设这个 LINE 是跟你沟通，你跟我沟通，我们是一个沟通双向的一个通道哦。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帮到你嘛，不要说觉得那个电视荧幕冷冰冰的，光好像我在做我的个人秀一样，我在唱独角戏，然后都没办法跟你互动。我的 LINE 就是要跟你互动，你对盘、你对股票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或你对我的股票有什么样的意见，欢迎啊。可是你有些人的讲话那些，哎，有些人还跟我告状，跟我告密，说谁谁谁那个分析师在学我的股票，在买我的股票。可以啦，我也没意见啦，买我的光盛也可以啦，哦，但是呢，我已经赚了那么多了，涨幅那么多了，如果它再涨上去我祝福你，它再涨上去我祝福你，但是我要带接下来电视观众还有跟在身边的，我要重新再来一次，从低点开始做起，从第一支涨停板开始做起，从10%开始，当初的光盛137%，从这里告诉大家开牌到现在，各位，这一支我要超越，我要超越光盛，我要超越光盛，这一支我要超越它，光盛狂飙137%了，各位，这一次哦，如果你愿意，一通电话你试试看，各位，真的啊，这样好了。你打电话进来，你打电话进来，各位，假日的时间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再在电话里面告诉你他的股民跟代号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跑到 Seven 全家来 F 那边等传真，不用了。你打电话进来，我电话里告诉是哪一支，各位不要忘记了，所罗门316%赚到翻的吉茂，赚到爆的所罗门，各位啊。这样的买盘，这样的实力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上次的这一支股票137%，现在再次联手出击。这一支股票，你打电话，我电话告诉你哪一支，我电话告诉你它的股民跟代号，好不好？不用去那个便利超商了，不用了。你打电话你来，我电话跟你讲，这是倒一支股民代号，全部告诉你，超越光盛。来电送给你，进广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包盘战将，光胜所罗门加吉茂137%，再次联手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老师是 AI 吗？还是别的题材？哎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什么题材都要跟 AI 沾上关系啊！我昨天看那个新闻有在报嘛，台塑还是台塑的股东会是不是？也要 AI 啊！宏达电也要说 AI， 哇，什么都要跟 AI 沾上边，没办法，因为 AI 的股票，因为 AI 的股票真的很强嘛。AI 股票，你只要搭上 AI 的题材，哎，股价真的是翻两番呢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各位，这个130%，这316%，这个啊，你自己看啊，你自己看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电话就跟你讲哪一支，好不好？打电话进来，我电话里告诉你这支股票的股民跟代号，超越光胜，光胜137%，我要超越它。来电送给你，下周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85113366，8511-3366。